白泽神君果然修为高深啊，只是衣袍拂过，便将这鸢尾花点化成仙。神君不仅长得好看，连名字都好好听啊。我叫清欢。他命中有三世情劫：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。求司命大人，让我下凡，助他渡劫。 三生缘起，自有天意。宁国太子白泽，愿入宫服侍陛下。上前让朕看看，他跟我梦中的那个人一模一样。你陪他三世，便会零落成泥，灰飞烟灭。白泽哥哥，这里就是青云派吗？弟子白泽要去清欢为妻，求师父成全。 你若铁了心要娶她，掌门之位便就此与你无缘。弟子，不回。白泽哥哥，你不要骗我。怎么可能会骗你？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了。清欢，杀光他们！ 你杀了我！我不敢吧！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